分享一，非常感谢老师您的宝贵意见，不仅从老师那里学理财，也从老师那里学做人和生活理念。你非常的棒，吸引力法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力量，我们的潜意识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，你可以运用到潜意识与吸引力法则是非常棒。很高兴知道你在四十几岁就可以财富自由，赎回你的人生。一上次后来老师介绍某证券的窗口给我之后。 我去开了户，准备要将股票从我原本证券汇拨过去的时候主管就跑出来了，甚至给了我跟另一家卷商一样的条件，利率百分之二点四，还是谢谢老师的帮忙。一最新一集的吸引力法则，我听了之后感触很深。家里小时候家里环境不好，从学生时期就一直想以后要赚很多钱，毕业后一路工作都是越换越好，副业也都经营的很不错。 后来也在找一个可以长期有效致富的方式，就无意间接触到 James 老师了，甚至在今年股票将近翻倍。我现在三十五岁，预测似乎四十五岁以前就可以退休了，工作也越换越好，就是我之前最想要的工作形态。之前一直很喜欢特斯拉，最近发现我也可以买了，一切都是我所想象的，真的非常厉害。分享二，感谢 James 老师，字字珠玑，出自肺腑。 军事老师研究主经验之心得。投资购屋，一次压住太大，维持及交易成本均过高。房屋税、主地价税、主增值税、主中介费，年老时也无法卖砖块换现金变现不易。主退休无收入者，连征信用分数较低，很可能失去抵押贷款条件，降低操作弹性。投资美股指数 ETF，长期报酬率稳健。当资产增值时，可贷金额预增，维持成本低。 完胜存房产不动产，感谢 James 老师不吝分享。分享三 a t i o n n g 一千八百，Dear James 老师，默默的听你的讲座与人生观已有两年之久，我没发过言，也很少留言，但您的观念与教导让今天四十岁的我有很大的启发，不管是家庭孩子的教育，让我都很有收获，投资理念更不用说了，坚定的信念与意志力，让我早就不会随着市场起伏心情有任何波动了。 有钱就买进就对了。这些日子，相信您与其他投资顾问都相当辛苦。感谢这些日子您对我的教导，由衷祝福您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分享四，atuchen 九九四六留言分享，我也是属于这样的学员，偶然的机会，二零二零看到 James 的视频，一开始看到您的视频，也以为是噱头，引经作用，蹭流量，但一集一集的看。 把过去看的书、听到的话做整体的调整、理解、解析和认错。感谢 James 老师的智慧投资，让我有缘分听到您对我这个糊里糊涂跟住市场乱跑了二十年，也没赚到钱，但就是不死心，觉得一定是哪里不对。谢谢老师的开窍，终身受惠，感恩与您。以上供大家参考，你有任何改小分享的吗？留言让大家知道，与大家分享学习。 你有其他看法，请在下面留言分享。感谢观看本篇影片，如果你喜欢这个主题，请给我们按赞和订阅、分享、转发，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想法和经验。撰稿：James。